行好，我是张真源，今年16岁，然后偶尔会去亚布力湖啊，没什么活动，很多东西我蛮喜欢的。嗯，对。你们去韩国怎么样？啊，对，挺好的。对，就是在那边就是反正去了几个月，一个多月，一个半月。作为师兄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克服这种？是慢慢就习惯了。没什么方法，就是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走个路嘛，大家都很，那就直接走过去就好。然后你们有什么要求啊，拍照什么的，到时候在那个点儿拍照，像那样就不行了。练习期，跟介绍唱歌就是。就是尽量去唱那些不是特别特别费嗓子的歌，然后练习也不要太勤，就是练声线上好。练声线如果说你练声线过度唱歌会很大的，所以就是大家尽量没事就让嗓子休息。我想问一下王俊凯师兄，在舞台上怎么随意？随意，就是随意啊，就是，主要是什么？大家有自己的地方，就大家需要就是比如说要跳起舞这种时候就是要跳起舞，要比如说怎么走位怎么走位，其他的其实一些可以自己随意搭配的地方，就我觉得就自己随意就好。我想是这是你的舞台，不是就你自己想表达什么就代表什么。好了，欢迎的时光再见，再见，行了。啊，是一个条件。